咱啊，过来看到和美浓会、苏建会甲和林国小合作举办缤纷德菜作业组，由和美青龙黄培银带着学生来种一个彩色的大冬啊甜椒，熟悉蔬菜营养成分等知识。然后农会家长妈妈可以用囡仔辛苦种植的蔬菜水果来甲煮成好食的料理，落实着产地到餐桌的食农教育精神。和美农会苏建辉甲和林国小合作办理缤纷多彩作业组，即个邀请青农黄培仪来锻炼学习种植甜椒。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农事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习农业的生产、食物的来源以及农业与环境的关联。那借此活动可以让小朋友能够学习感恩。那同时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家政妈妈帮我们制作芝麻包。那芝麻也是和美在地的杂粮，那透过芝麻包的想分享，让小朋友你可以了解和美的产业。那今天呢，我们也义卖我们的芝麻包。好，那这个捐助的所得呢，我们全数来捐助我们和仁国小，来当教育基金。栽种、除草也不一定过程，都是囡仔自己来处理。黄培银老师，好，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种植青椒跟彩椒，让我们的孩子了解整个农业、农作物生产的一个过程，以及相关产业的一些知识。那我刚刚看到我们的成果展里头，我们的孩子展现出很多的心得，以及对于彩椒的一个菜肴的一个制作哈，跟从产地到餐桌哈，整个过程哈，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心得的分享。那也很感谢农会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经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丰富的一个学习的内容。安在种到料理，产地到餐桌的是农教育，让学生会当更加积极实施农事生产作业。也因为安尼，真侪唔敢接受大冬啊这项作物的囡仔，也开始爱上大冬啊料理。另外，新果店也进行麻包的举办，所以将专属关怀和林国秀作为纪念教育金的使用，都将花心们也奉有何必彩虹报道。